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我们的侏罗纪啊，乐高侏罗纪世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呢，接下来的剧情呢，依照现在的这个流程，依然是我们的主线任务。好，老头发现呢，他其实主线里面还有搭配自由任务，但是这个自由任务呢，我不知道跟主线有什么关联性啊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我会想要先破一轮再说。我会想要先破一轮再说哦，因为有很多角色必须要破完一轮才可以使用。那些相关的收集道具，必须可能就要使用那些特定的角色才可以获得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往这个湖泊的这个蚊子这个任务目标处的前进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上一集的啊，这是我们上一集的故事跟自由游戏啊。哦，什么迅猛龙领地呢？啊，以及什么三角龙复苏，这就是我们上一集的内容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？啊，要往下走了，往下往这个地方前进。啊，看一下接下来剧情会如何发展。啊，搭车，我要搭车啦。啊，我要怎么走？啊，往前面走就对了。啊，有这台车真是方便啊，方便许多了。哦，那旁边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敲的样子。不过没关系，不要紧。我们到了，乔治。哇，路被堵住了。为什么路被堵住了？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地方可以走啊？啊，这东西随处可靠，有金砖在上面耶！哇。可恶，他们在施工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打死你的小王八蛋！啊，我们也只能走这里啦。Help here！ 发生什么事了？哇，掉下来了，好笑啊！可以不要吗？你就永远挂在上面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永远挂在上面吧，你。啊！掉下来了，史蒂夫欸，险境的功能，获得一个金砖，哇，金砖275个哦，有没有这么扯啊？哦，这边需要运用三角龙把它撞开，我们可以召唤三角龙吗？啊，不行，现在没有三角龙这种东西啊。上一集有三角龙是因为任务剧情所需啊，也有吃大便吗？迅猛龙才可以使用这个东西，不是，这个不是迅猛龙，这个是双棘龙才可以使用哦、啊。这个拼拼凑凑，这里虾米蛙哥，恐龙运输板，把恐龙带来这里啊，原来啊，哇！召唤出来，原来是这样召唤啦。嗯，改成骨架？没有，就召唤一次。啊，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都可以选择啊，有意义吗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，没关系，召唤出来就召唤出来了。冲啊！Fire！请叫我暴力狂！哇，双棘龙！有人吗？撸死他！撸死他！哇，变成打击游戏了！撸死你！嫩！哇，他们挂掉了！哇，挂掉了！双棘龙训练师安迪。双棘龙训练师安迪，我在想啊，这些双棘龙要不要把他们引到这个地方来，让他们去攻击这个东西，我们才有道具可以拿、啊，还是说之后可以使用双棘龙的时候再回来拿、啊？我觉得应该是之后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是之后的事情。来，我们进去看看，刚好这个会点灯。哦，捡到一个红色的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没关系，棒。
继续前进。嗨，哦，我们从这边通过了，棒哦，可以从这边通过了。什么？前面堵住了嘛？我们现在可以从这边通过了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记录点的概念。好，关掉。换角色。他站在身上，我好好笑啊！交给我啦，等一下，明华哥，来，哦，我以为只有钱而已，这是什么？哇 ！Just the ticket. Hold on a second. Yeah, check it. 弄死他，快点！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过了，过了。Zero, Gary one. Gary one. 好，车子可以往前开了，真的是。来。Go， 撞，可恶，没撞到，可惜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好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棒。Go， 好。I bet you didn't know this。读取档案。我记得这个是，这个是坏人的感觉。哇，他们的滑鼠这么酷啊！哇，偷东西！他故意的，他要偷 DNA， 拿去卖，为了钱。Program grid. You didn't say the magic word. I wonder if perhaps you would. 完了完了。Sean. I'm going with him. 被陷害了。Hey, what did I touch? What? I didn't touch anything. We stopped. What happened? You feel that? 哎，恐龙被放出来了。这个最经典的场面出现了，霸王龙出现在公园内。哦哦，哇，把它拿起来是怎样吃掉？好吃？这不是霸王龙吧？这感觉像异特龙啊！啊，这个得死，这个得死了。然后跑去厕所，我觉得那应该会挂掉。哦哦，他这个版本的暴龙做的实在有点鸟啊！哦哦，看到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哇！找死！哇！我要跑了，是不是？霸王龙领地！哇！这要怎么解决？哇哩嘞！你慢慢吃，你慢慢吃。你慢吃，你慢吃。我来在旁边帮你啊，清一条路哈啊！我这是个田耕田的家伙。这是什么？旋转？哇，我们没有那个，那叫什么来着啦？啊，有了，原来挡在这里，太棒了 ！Yeah。已获得，按上去。哦，不是拿的吗？大哥，你现在给我真笑哎！哦，刚刚那东西拿假的，哎呀，怎么又出现了？啊，算了，莫名。
转转转转转。哦，水位被放下来了。然后这可以干嘛？拼拼拼！我来救你们的！哇，瞬间拼出一台，这什么东西？瞬间拼出一台！等等，一而再，哒啦啦哒哒！哇，骨头哥！哇，太神啦！居然还这样搞啊！哇，二趣味，二趣味，跑去玩那个东西了，好好笑哦！怎么可以这么好笑呢？你说为什么？还玩得很开心，有木有？哇，这个需要用那个家伙不在啊，这个不能搞了，这个可能要破关之后选那个特定角色，好才有那个办法。快点哇哇哇！救他们出来！这是拼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咚咚！哦，把它敲起来啊！快点救他们！我来救你的美女！美女，我来救你啦！太太，我喜欢你啊！哎，怎么只有一个啊？那个女的嘞？生还者多了一个，莫非已解锁？哎啊啊！另外一个嘞？不是还有一个他弟弟吗？还是谁的？那也消失了。有些人物会比较有能力，比如谁谁谁有能力尖叫。到爆乐高玻璃附近按那个，你不要说我吧，哈哈哈哈！哇塞，就用这种鬼东西吸引霸王龙，啊！这样也行啊！呜，他觉得很吵，把他咬爆了。我们拿到什么？哦，有了 ！Freeze！ 带上孩子们！哇！哇！他叫英勇救围耶！啊，另外一个到底在哪里啊？这边救得到吗？奇怪，刚刚跟我们同一台车的那位小弟弟跑去哪里了？哦，这里啦！啊！拖出来！嗯，我按了啊，我为什么连打？连打？哦，连打不要动就好了，你动的话就拉不到了啦。有成功哦，神力女超人呢？神力女超人有木有？然后呢？嗯，出现了，我们终于救到她了。好啦好啦，吵死了！来来来，我救你。哇，回来了！她要死了吗？哇，冲厕所时间。他干嘛？这样有什么屁用啊？再见，GG。哎呦，好吃好吃，还帮他刷牙，好笑啊！快点快点快点，霸王龙要来了 ！Oh my god！ 哇哇哇哇哇哇哇！
哎呀，口水！哇！啊！感觉痛。那他应该没事吧？提米提姆，他应该是没事啊，只是危在旦夕，命在旦夕而已。好，该拯救他了。哇，这么长哦，有得玩了。储存点在这里。这干嘛？又是那胡渣大哥才可以搞。好，我们没有那个扳手。哇！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个家伙跑出来？双极龙的洞穴。哦，我们这边就只有两个人，没办法。啊，存档，保存并继续。好吧。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哦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个系列啊？那一样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坏，下方留言或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亲朋好友观看。我们下一集再见面啦，拜拜。